越南勾巴网就炸了吗？勾巴进来一分钟人没了，烧粉，老子听不到你说话。哎，听见吗？现在能听到。哎，草麦，牛逼的，现在能听到了，兄弟。哎，真去英国了？怎么说？你去吗？我肯定去。你是以什么身份去啊？你选手还是什么老板啊？教练。教练嘛，不是老板吗？勾巴怎么说？烧粉，我真来英国。英国见啊！你真能来吗？我真能来啊！还主把战术全泄露了。勾巴越南队怕他干嘛？打个越南闹麻了，那怎么了？哎，烧粉，你为什么还是微博机烧粉啊？为什么？你不怕微博？啊、你不怕微博告你啊？凭什么随便挤啊？哎，都不知道怎么换名字。烧粉中文很屌的，兄弟。这里打不了，这怎么打？哎，当然过来看到小天已经记了，这位助理完线过来。鳄鱼马上过来了呀，上路有优势的，但是中路小炮来不了啊，这不。没有小炮这里可以夹，打完那波线能六级。小炮只能慢慢来。小月这里已经死了。小月死不了，雷口也到了，三六九摇大吗？三六九摇大招。小虎蹦啊，直接。好，小虎直接蹦，交闪，这个必须蹦的，这死完了呀。小虎打这种，哎，还行，只死一个能接受。记得。其实这波滔博是不可能来曹冲的，对吧？我们作为顶级职业选手，滔博这波凭什么可以来曹冲呢？上路被推线，中路是个泽利，没什么用的。打野你装备领先这么多。讲道理是小熊这个，就是小熊这个东西呢要来的，就是不能这么拼的去来，就他们要去那里，他们只能来浪费微博时间，他们是不能来打架的呀。对，就是人家先过来，然后这个时间点应该去中路泡个小炮的，他们完全是没办法来这边打架的，因为上路三六九打鳄鱼一定是来不了的。